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你收看《包罗万象歌调》这个节目。今天我要给你介绍的，就是歌戏常常用的一种较有代表性的，就是七里亚。七里亚是因为伊每首拢有四句，每一句拢有七里。一般我若毋是讲七里亚，就是讲歌。可是有人讲，若无唱七里亚，安尼都无亲像歌戏。由此可见，这个七里亚是足重要的哦。较早的歌戏会用使用的曲实在无济，大部分拢是以七里亚为主，不管是喜怒哀乐，各种无同款的情绪，拢是靠七里亚来表现的。这就造成七里亚伫唱的方面佮速度有真侪变化，安尼才会当应付实际要求。歌戏当伫咧时行的时阵，街头巷尾，敢若每一个人拢会晓唱一两句这个七里亚，敢若亲像是清早的起啦啦，闹猜猜。也毋过，较早的歌戏，因所演唱的七里亚，甲咱即马所听到的是无共款哦。我用啊大看花啊。看了后，看过来鹰啊船的地跑啊跑啊，一蕊来牡丹，讲开啊来跑啊。是家哥，讲来查清啊！三平来比赛，兵大杨梅，马上来迎。Hello.